这是来自波兰的17岁的 Martin 啊，问过的问题是：成员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歌迷啊、我们的朋友不知道的外号呢？好想知道，请回答一下。以后是前面的朋友也来。哎，这个我来回答吧。好，你先看，就是经常跟回来讲一个秘密吧。秘密啊，其实呢，秀敏有一个外号，叫做金包子。我觉得包子就算了，为什么叫金包子？因为他本人姓金嘛。啊，姓金。那为什么叫做包子呢？第一，你看秀敏已经害羞了。第一次看他的时候呢，觉得他脸圆圆的、白白的、嫩嫩的，是啊，就很想咬一口的感觉。啊，那倒是。很像一个包子，就挖坑往里面跳，对不对？是。非常的可爱，而且我觉得就算你像小包子，那是最小的小笼包，对不对？脸还是小。平常也比较喜欢吃包子。啊，球队辛苦吧？对。对，你们球队之间已经开始讨论了，好有意思，有意思。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五舞蹈。那么鹿晗呢？我是唱歌和舞蹈一块。那你得来一个，是吧？唱两句吧。唱两句。那要让陈点歌的很多嘛。Baby don't cry， 我跟他一块唱一块哈、和陈一块哈。So baby don't cry tonight， 当黑夜再次亮起来。So baby don't cry tonight， 就当作没发生过一样。秀敏呢？저는노래와춤그리고샤우팅을맡고있습니다。他主要是担任唱歌、舞蹈，还有那种就是嘶吼的部分。嘶吼的部分。我听说你喜欢林俊杰的歌，要不要？인증걸좋아하는걸알고있는데요。아네맞아요。要不要现场唱一点点，好不好？혹시노래를부를수있어요안준걸노래아왠준지2000년이하아 Bad Bad 거과정쇼부친추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想全套耶给你标准的答案，负责面试专线在这里等待。的秀，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很关心啊，平时在韩国是生活在一起，那彼此之间哪几位是室友？韩国에서누구랑누구방같은방을쓰고지금친구鹿晗，鹿晗你跟谁？我是在韩国的时候，我跟队长还有秀敏一个房间，三个人在一起。完了以后呢，一心跟涛还有。不，一心跟中大是一个房间，涛呢是在啊，跟陈是一个房间，跟陈是一个房间。完了以后呢，子涛呢是在涛呢，涛呢是在那个一层跟经纪人各一个房间。哦，你起的是最早，那谁最懒啊？谁赖床比较多？안일어났는지乱。Chris， Chris， 루안 Chris， 你赖床比较多。我吗？不是吗？생활할때어떤버릇이있는지한번서로서로통록좀주세요。还有感触，让他说。累，你说。比方说，那我再问第三个喽。那谁最搞笑、搞怪？谁最爱搞怪？장난기가장많은사람。秀明，秀明，他不敢相信。为什么大家都指向你，秀敏？왜秀민을선택했어요？그러니까말이에요。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鹿晗？为什么？我好像看到你第一个你就把手伸向他了。可能有时候在台在私底下嘛，关系比较好，可能有时候他自己不知道表露出来的那些举动都很可爱嘛，能逗大家笑，所以我觉得。你的招牌举动是什么呀，秀敏？秀敏。아오아오그안되는데레이是什么是什么晃
就是挺可爱的，晃头。哦，真的吗？对。是什么样子？머리가움직이면머리가움직이면那整理最好的一定是鹿晗了，还有洁癖，我记啊，不是，也不算整理最好的，其实是秀敏了。啊，哦，他很得意哦。但秀敏어떤개인기저는消停，就是刚才说的嘶喊，就是嘶吼的那种，比较那样的嘶吼的声音，能听到吗？한번보여주시겠어요저희마마노래에있는아샤우팅他唱一段那个妈妈里面的部分아아아最后忘我我根本忘了我不想要世界平等了秀敏你真的要先打个招呼再开始嘶吼我们都吓了一跳좀놀랐어요哇这个太厉害哦这个嘶吼太一定要多喝水啊好吧雨都停了天都亮了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是要持续仍旧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哦好深情啊问题一个问题说的是아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각자이상형이어떤사람인지얘기해주세요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斯文一点的安静一点的斯文安静秀敏呢저는안아주고지켜주고싶게만드는여자아她是喜欢那种就是可以拥抱然后可以就是给到自己安慰的那种女生我们对我个人是去了大家也都讲一下那位翻译他一直在给自己的韩国团员在做翻译啊来拍的还是说你的 NG 次数比较多 NG 많이나잖아요 그렇게 많이 나잖아요 那个你是组合里年纪最大的吗没有我们三个是一样大的我们三个如果按生日来说的话我最小的在三个里面对鹿晗还有秀敏我们三个那鹿晗看起来比你要年轻不是我挑事儿啊哎就是大家保养都很好公司有没有教给你们一些什么保养的方法之类的来让最白的那个说对一眼望去就你最白딱히관리하는건없고좀잘씻고로션잘바르고네별달리관리하는건별로없어요물많이마시고怎么说他说没有那种特殊的管理方法主要就是勤洗脸然后那个多喝一些水然后做好休息没有特殊的什么方法那太让人嫉妒了我也勤洗脸我又不说好几天没洗我也喝水就是人天生丽质是没有办法的啊对但是一年的话应该这个也要看公司的情况如果比较忙的话可能就一次的样子如果一两次两次这个样情况你们都是一样的情况吗就中国成员的哦非常努力我考验你一下啊咱们这样你自己接下来用一段你尽可能的用一段中文来表述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好不好我们也检验一下成果真棒就学会夸人了你看都说这是好话来跟我学一段绕口令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预备备，对，一个一个来啊，预备开始，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哦，我为什么要吃葡萄啊？预备起，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嗯。哦。预备。哦，简单的谁说呀？其实这个算简单的绕口令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开始。吃葡萄，葡萄，嗯，不吐葡萄皮儿。葡萄皮儿。我的理想型是那种比较安静、斯文一点的。嗯。就可以了。你应该也属于同样的类型吧？我看今天整场访问的时候，他其实还挺安静的，鹿晗。还是你没睡醒，卢涵。嗯，睡醒。嗯，好。딱히이상형은없는데능력이나외모보다도저는느낌을중요시하는타입이라일단만나보면서제가안아주고싶고지켜주고싶은여자네그게제이상형입니다嗯，他说没有那种非常标准化的理想型，但是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演员非常重要，在两个人就是互相交往的过程中，他希望能够拥抱他，能够照顾他的那种女生。哎，所以还是一见钟情，就是说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对吧？有可能是一见钟情的。哦，对，是吧？哇，好嘞。嗯，저는大鹏嘚不嘚越看。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因为我也经常照镜子，跟你们确实差别也很大，但是不妨碍呀，是吧？面容我可以去改，但是内容我要跟你们去学。